乙方不能侵犯甲方，你这什么用词啊？你过分了吧？你觉得我是个女流氓还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的要求，如果你能接受就签字画押，继续留在这儿；如果你接受不了，现在就可以离开了。 你是完全是给你自己写的吧？家里要24小时保持无灰尘状态，干嘛？你要生活在真空里吗？还有啊，什么叫乙方不能随便触碰甲方？乙方不能随便进甲方的房间？乙方不能随便动甲方的私人物品？乙方不能侵犯甲方？你这什么用词啊？你过分了吧？你觉得我是个女流氓还是什么呀？我这是合理的自我保护。 拜托，这种时候自我保护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吧？我看你平时挺随意的，好像这方面的意识不是很行啊。我随便？那还不是因为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我哪里不行？算了，哎，吃饭吧，饭前不能生气，吃完饭再谈。 这什么？桌垫儿啊，没见过吗？我不需要，拿走。桌垫是保护桌子用的，你不需要桌子需要。我之前没有的时候，桌子也好好的呀。那是因为你从来都不用，你的厨房到现在还跟样板间一样，连抽油烟机都是崭新的。你要这桌子干嘛？接灰吗？听你这话，像是在讽刺我呀。 你把我家弄得花花绿绿的，我都没有说你什么，你什么叫花花绿绿啊？这叫给生活添彩，懂什么呀？一点情调都没有。我不需要，都拿走。凭什么拿走？你不需要，我需要。因为这是我家，我说了算，没有任何理由。要么这些东西消失，要么你给我消失。 是吧？找茬呢是吧？放下！放下！我让你放下！因为菜是我买的，饭是我做的，我对他们有掌控权。除了这杯白开水是你的以外，其他东西你都不准动。把你嘴里的饭给我吐出来！ 你想，不好受吧？心里堵得慌吧？我也一样。是，你是我房东，但是你最好记清楚，我走了以后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你自己衡量一下。坐下吃饭吧。 一粒米都不许剩。如果你实在不想看见我的东西，就把它们装进箱子，放到我房间来。女玩家怒气值这么高吗？以前见过的女生，貌似也不是这个设定。